爸，妈，我已经成年了，所以我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我是认真的想要学习怎么样做一名优秀的职业电竞选手，说不定有朝一日你们的女儿能站在世界比赛的舞台上拿个世界冠军呢。美的你吧，说不定呢。爸，你表个态啊。那什么，你妈说的对，你呀、啊、说的也有道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还有三个月就是全国联赛了，我希望你们能够让我待到那个时候，如果到时候是真的不适应，或者是真的不适合这里，我再回家。爸，嗯，咱们还和以前一样，父女之间君子协定，平等条约，怎么样？行，君子协定，平等条约。我就知道我爸最开明，最识大体了。谢谢爸。当然了，我妈更开明，更识大体。行了行了，别卖乖了。跟你说正经的啊，那个网上说的那个 Chessman， 也没给我指指到底是谁。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这个外号 Chessman， 听着就不像什么老实人，自己可得注意着点啊。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那是误会。你少上点网，比什么都强。误会误会，什么误会呀、啊？你呀，就觉得你妈什么都不懂是吧？我跟你说，我可是老师，接触的全都是年轻人。爸，你妈说的有道理。嗯。成哥。小瑞刚临时收拾了一间房，我带叔叔阿姨下去睡吧。谢谢成哥。哦，对了，爸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战队队长陆思成，成哥。他人挺好的。叔叔阿姨好，临时收拾的房间，你们多担待，委屈一晚上。啊，没有没有，我们也是不请自来，给你们添麻烦了。是啊。对了，叔叔阿姨，刚刚忘了介绍，我还有一个名字，叫 Chessman。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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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ssman。叔叔，我来拿吧。麻烦你了。没关系，谢谢啊。叔叔阿姨这边请。早点休息啊，把门关好。好。明早见。哎，明早见。加油。